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詹本琪。粉丝强烈要求演唱会公开邀请三位表演嘉宾的话，你会邀请谁？我会邀请谁？我会邀请超哥，邀请Jackson， 邀请我哥哥 William。看到最近微博上又秀了皮衣皮裤的造型，来聊聊为什么特意专门发这个造型在微博上呢？没有，我很随意的，我在家里就抽到一件皮衣，又刚好抽到一条皮裤，就穿在一起。思欣是不是特别喜欢皮衣皮裤的造型？没有吧，我这么多造型就一次穿了皮衣皮裤，就刚好这么好看而已啊。今年的情人节是怎么过的？我告诉你，预告一下接下来演唱会会有什么值得粉丝期待的新亮点。接下来其实将会是2月24号在澳门的演唱会，还有3月24、25在台湾的演唱会。而这几场呢，我其实有好多时间可以去准备，所以一定会有之前我在其他城市都没有唱过的一些歌曲。聊聊18年的工作计划吧。2018呢，首先就会继续进行我的 Queen of Hearts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而且同时也会就是带来我的新专辑。那其实现在呢，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2018除了新专辑以外，我还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无论是跟一些虚拟人物的合作，或者是一些不是唱歌的人的合作都会有。通过我们镜头跟爱豆的粉丝清唱一段演唱会表演曲目。我没想到为你我能疯狂到山崩海啸，没有你根本不想逃，我的大脑为你已经疯狂到脉搏心跳，没有你根本不重要。再跟粉丝宣传一下自己接下来演唱会的计划吧。首先2月24在澳门，然后3月24、25在台北，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，大家密切留意我的微博押韵的。私服造型打几分？10分。演唱会造型打几分？10分。上一场演唱会表现打几分？10分。对演唱会粉丝的应援支持打几分？10分。过去的2017年给自己打几分？10分。等于没问过。点评一下巡演的演唱会上自己的表现。超级好。今年春节在哪里过呢？你猜猜。新年愿望是什么呢？白瘦美。说说最近拿到 KKBOX 的年度风云歌手的心情。开心炸。最想合作的艺人是谁？太多了。 Queen of Hearts 终点站最想定在哪里呢？不要玩。你大笑的时候是不是会经常撞到头？当然不。点评一下自己的烹饪技术。还可以。跟爱豆的小豆豆们说一声新年祝福吧。祝大家狗年大旺，凡事都旺，桃花旺旺旺，财运旺旺旺，事业旺旺旺。